地呢是圣马洛，所在的城市圣马洛。德国队和尼日利亚的比赛也是在这个场地来进行的，叫马维尔球场。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，穿着蓝色球衣的是海地队。今天主打就是谢启文，谢启文面对对方后卫，再往底线突，传起来，有机会投球，漂亮！哇，这个球是中国队第二次在比赛当中第二次打入对方的禁区。这个球谢启文传得很漂亮，赵玉杰十号在门前顶了一个反向，这球顶得很聪明，顶得也非常聪明。突破传中，其实包抄点只有一个，但是呢，赵玉杰这个球顶得真是聪明，不发力，要了一个反向的后脚，而且他的跑位也是迂回的跑一点。海地队压着中队踢了半天，好像又是这个十八号迪莫奈，很正，还是迪莫奈来打，哇，这个球门将扑了出来，好的球成分，你的节奏变化，然后将球传到后卫，有机会，漂亮。哎呀，这个球是下半场开始不到半分钟，二十多秒的时候，中国队的破门。你看啊，我们上半场说过，中国队只要在一侧边路打开的话，其实对方在一侧的防守基本上是没有的。对，大家都在看球，后面已经完全空。中国队的八号沈梦雨很轻松的包抄将球打进，中国队二比零领先。这个球呢，下半场开场刚刚二十九秒就打进。这个动作，这个球裁判判了点球啊，判了点球。对方这传中呢，其实先开始看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包抄的机会，但是呢，主要是在看球，没有注意到这个人，所以他一抬脚正好。看那个眼神的欺骗，打门骗过了门将，打进扳回一分，双方的分差缩小到一分，这个球犯规。比赛应该结束了。哎呀，这个太不容易了。丹麦主帅，丹麦籍的主帅邦德是，非常的，他庆幸。对，因为确实中间后半段太辛苦了。但是拿下120女足世界杯第一场胜利，对中国队来讲还是非常值得高兴的，2-1。这样的话呢，中国队暂时还能排到小组第一去。对，因为我们是2-1获胜德国。